觉得我一点用都没有。姐夫，我觉得你找个时间，真的应该教育教育果果。我怎么教育啊？我骂他不听，我打他，那隔着十万八千里，我打得着吗？隔着十万八千里怎么了？我要是你，我就买张飞机票去美国，也得教育教育他。飞机票多少钱啊？我给你出行吗？行了吧你，辞职了。喂，秋阳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有些事儿要跟你说。我现在在医院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医院大厅。好，那我过去找你。啊，等你。嗯，好。秋阳，你走吧，忙你的事儿，把果果的事交给我了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姐，他怎么样了？医生说要留院观察。她是高龄产妇，必须要特别小心。你跟大强谈的怎么样？他说如果出事那天他真是把线路接错了，早就出事了。另外我了解了一下，我们医院的所有电线都是在天花板的吊顶上面，排线很复杂。物管的人说，就算他们自己人清理，也要清理很长时间。他们自己人清理都要清理很长时间，那是有可能接错线路的。假设大强把照明线路接到新风系统的线路上，会造成新风系统短路，同时超负荷，线路过热引发火灾。你跟他谈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有什么异样吗？我觉得他警惕性很高，说话支支吾吾的，好像在掩饰什么。另外，护士站的人跟我说，出事那天换灯泡的时候，大强连续换了好几个灯泡，拧上一个就烧了，拧上一个就烧了。为什么？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就是他接错了。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，那么硬盘有可能也在他那儿。他回去了。今天不是他值班吗？是啊，可是他老婆又生病了，他请假回去的。哦，那个，您知道他家住哪儿吗？他哪有家呀？他老婆也是进城打工的，好像在城北的一个工地上，他们还在那儿租了房子。麻烦您有他电话吗？给我一个。啊，等一下啊。喂。你这破电话终于打通了。我说你能不能换个电话号码？怎么了嘛？昨天来找你的那个医生又来了，问我要你的电话，我就说他怎么就天天揪着那事儿不放呢？你猜怎么着？我刚听说，人家是我 YFL 公司总裁的前妻。怎么样？打不通，永远是关机。他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担心他销毁证据。秋阳，要不咱们还是报警吧？没用，你拿不到证据没用。这个大强照片你有吗？物管中心应该有。秋阳，你起醒了。哦。接下来的事儿你别管了，我去安排找人。我去看我姐。哎，帮我带个好，跟他说我改天去看他。好。对啊，邱总都不在了，留着干嘛呀？那你什么时候走？我们送送你。用不着，等会收拾收拾东西就走啊。以后又不是见不着了，我们随时联系啊。那
喂，苏云，你等我忙吗？陪我去一趟城北建筑工地。你去那儿干嘛呀？我要去找一个人，他跟这次起火事件有关。可是我现在正在收拾东西。啊，那没事，你忙你的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多危险啊！要不你让邱总陪你去。你放心吧，我这还有人选呢啊。嗯，那行吧，我弄完了之后给你打电话。哎，你要注意安全啊。好，嗯，拜拜。行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嗯，拜拜。喂，孟正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今天还得麻烦你陪我跑一趟。今天去哪儿？城北的建筑工地。可是这个车是跟朋友借的，他晚上7点钟要用，我得还回去。没关系，如果实在到时候办不完事儿的话，我就自己打车走。好吧。锤子呢？在柜子里。找锤子干嘛呀？我拿了。别打墙。这是嫂子吧？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听说嫂子有些基础病，我来给她检查检查。这是？这盛医生，我们医院的。盛医生，哎。嫂子身体不太好，帮你看看吧。谢谢您，盛医生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的话我们出去。哎，没关系，我跟大强谈点工作上的事儿，别担心。哎，好。有什么话，你说吧。事发当日的监控录像被你拿走了，对吗？什么录像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硬盘就在你这里。没有。是你接错了线路，引发了新风系统短路，引起火灾。你怕医院追究你责任，就谎称硬盘被卖掉了。其实硬盘就在你这里，你怕别人把硬盘拿走恢复数据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其实这只是你工作上的一个小疏忽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。我相信只要你把真相说出来，我保证。闭嘴。你到底会编的啊？证据呢？有证据吗？喂，孟正。秋阳，嗯，我给你拿点水去啊。嗯。秋阳，嗯，我这想了想去。你这样辞了职出来调查这事儿，太冒险了。就这样吧，我觉得我这样，可能对我和对公司都是最好的。那我跟肖伯伯去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了吧？他那么大岁数了，该懂的早就懂了，不懂的解释了也没用。嗯。喂。邱总，
盛夏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他刚刚跟我打电话说去了城北工地，后来他电话一直都打不通。城北工地？对啊。孟征没跟他在一块儿吗？你给孟征打。我刚刚跟他打过了，他刚刚去还车去了，现在正往工地那边赶呢。我马上过去。姐，我得出去一趟。去吧去吧，去忙你的事儿，我这儿有姐夫呢啊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盛夏去了城北工地，现在联系不上了，我得去看看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哎，你注意安全，慢点开。喂，张丽。秋阳，要不咱们还是报警吧，这太黑了。我让张丽联系工地的负责人了，你来报警，在这儿等警察，我进去找。哎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啊。不用，你在这儿等他们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。什么信号都没有，别人想找我们都找不到。
没想那么多，你说你害怕，我就想跳下来陪你。上面还有人吗？杨柳去报警了，我已经打电话给张丽，联系宫里的负责人。你放心，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。找得到吗？这一片全是烂尾楼，这口井应该是个废井。别担心，会找到。他们都是聪明人。我还以为你也是个聪明人呢。别说话了，这里面阳气不足。来，坐下来，等他们。已经到了。谁报的警？啊，是我。现在什么情况？秋阳现在也找不着了，打他电话打不通。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？这边。这边我熟，跟我走。走。大家小心点。大家小心。突然间觉得这井里也挺好的。怎么着？你不想出去了？我们两个出去了。会像现在这样吗？会。我想好了，出去我们就复婚。可以吗？非得在这口井里跟我求婚吗？不。出去，出去就。出得去吗？都没有人来救我们。小杨，小杨，小杨，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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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喊，隔半分钟喊一次就行。秋阳，我们会死在这儿吗？你那么害怕死了？我也不是害怕，就是觉得有点不甘心。没想到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。你别那么悲观行吗？啊？你是可以不悲观，该有的都有了，该经历的都经历了。我一想跟你比，我就心酸了。什么心酸的？你这婚也结了，也离了，就差一孩子，跟我差不多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秋阳！秋阳！秋阳！这里有两条路，咱们分开找吧，这样比较快。那我找这边。好，那我们行吧，你们两个这边，你们这边。秋阳！盛夏！盛夏！如果不是因为我要这个孩子，我们两个就不会认识，也不会结婚，更不会离婚，不对吗？不对，我觉得如果那天早上我可以打开那扇门，那扇小门，我们也许会认识，但可能我们就不会结婚，更不会离婚。有人吗？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笑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不对。如果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，那我就不会那么容易想到要去做试管婴儿。那我们就。不会结婚，也不会离婚。我觉得，如果孟征早一点跟你表白，那我们也不会结婚，更不会离婚。那如果杨柳早一点回国，
那我们也不会结婚，更不会离婚。是啊，可惜没有如果。就像我说过，所有我们经历的都是唯一要经历的。有人吗？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孟正结婚啊？结婚？我以前是喜欢过他，可是后来就感觉不对了。那你没跟他在一起吗？我有跟你说过跟他在一起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杨柳他生病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杨柳告诉我的。我一直觉得你讨厌我。盛夏，你知道我最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在外面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或者在合适的机会里面，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我喜欢你。不是所有的人就非要在这口井里你才会说你喜欢我。都能在一起要经过多少等待和犹豫才下定决心不要再分离。我觉得这口井好，可以让我们安静地面对自己的心。在外面，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，可是我们每次都……是。所以有时候我会想，其实每次打断我们的不是一些事情，而是我们内心的障碍。什么障碍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是什么，让我们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。喂，有人吗？哎，这儿呢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把绳子放下来。好，稍等一下，快快拿绳子。好了，哎，小心了，我往上拉了啊。来，慢点。来拉。哎呀，thank you.
没事吧？你吓死我了！谁在里边啊？杨柳。杨医生现在什么情况？病人血已经止住了，颅内清理干净了，能不能醒过来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这个合作公司这么不靠谱，我不是推卸责任啊！你放心，这一定调查清楚的。等调查有个结果以后呢，我一定给你们公司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刘院，我有一要求。您说。虽然这事儿边大强责任很大，但他也是无心之过，也及时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尤其是后来，要不是他带着大家赶过去，可能我跟盛夏也不会那么早被发现。我是想说，就不要过分去追究他的责任了，给他一改正的机会，毕竟他还有一大家子要养。秋桑，你既然有这个看法，我一定会妥善的处理的。刘院长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法务代表刘律师，这是刘院长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这边谈吧。啊，好，请。秋阳，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黄伟家属已经道歉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回公司啊？哎，就是啊，那 CEO 的位置我们可给你留着呢。我们现在公司正处关键时期，大家都盼着你回来。我们手头这个标也到了关键时刻。大家虽然全力以赴，但是你不在，我们心里边还是没底。等杨柳醒了吧。这孩子不懂事儿，千万别跟他计较啊！现在保住孩子要紧。对吧？嗯，肚子里的孩子那才是你的希望啊，对吧？哎，坐着坐会儿吧。啊，那个太阳大，你自己先撑着，我上个洗手间啊，别晒着啊。嗯。
走吧。老爸，我信用卡怎么刷不了了呀？我给你停了。你疯了吗？又是我妈让你干的吧？这事跟你妈没关系，是我给你停的。老爸，你今天吃错药了吧？因为你的一时口快，妈妈现在先兆性流产还在医院里面，你要有点良心，还能感恩我们这些年对你的养育之情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吧？还有，我提醒你，以后给别人打电话，要问清楚别人的话说完了没有才准挂，这是最基本的礼貌。好了，果果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我挂了。这孩子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前几天看还是好好着呢。哎，你请护工了没有啊？没有。秋阳，这护工很重要的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咱们院子里之前那个李老太啊？他脑溢血后遗症，他现在吃喝拉撒呀，边上都得有人伺候着的，一般人真干不了。回头让你姐夫问问啊，有没有什么熟悉的护工？不用。医生说了，杨柳昏迷的时间不长，这个阶段需要亲人照顾，对唤醒病人有好处。可是杨柳他孤零零的啊，哪有什么亲人呢？所以我来啊。你是他前夫，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人想说就说去了。那你公司那摊子事儿呢？不管了？先放一放，正好我也调整调整。那你就调整到什么时候啊？等我醒了。他要是一天不醒了，你就天天在这儿待着。秋月，秋月，秋月也没说他不工作了呀，瞎激动什么呀？这是，走吧，先回去吧。秋阳，改天再过来啊。走啊，走走走，快走吧。哎呀，秋阳现在心情不好啊，你跟他说那些干嘛？我不是怕他心里有包袱消沉下去吗？那你也得等他缓过劲儿再跟他谈啊，硬碰硬能谈出什么结果来？我找盛夏去。你慢点，别摔了。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，趁着午休时间，我给你买了个点心，快吃吧。啊，谢谢。要不等下班之后，我带你去吃台南的姜母鸭吧，就当补一补。啊。盛夏。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最近你也知道，医院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我还没有心思去想呢。我知道，可是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吗？人要向前看，不能总活在回忆跟过去当中。其实你要是还没做好接受我的准备呢，我是可以等的，但是我希望你。多换个环境，这样对你有好处。好，等我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是，我知道你很热爱你的工作，可是我也查过，台湾那边的医学院有几家还是很不错的，你可以过去就当是做个学术交流，怎么样？盛夏交男朋友的事情，秋阳没跟你说呀？没有啊，他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啊？坐着。不过也是，秋阳这会儿都这样了，总不能让人家盛夏等他一辈子啊。说到底，这两个人还是没有缘分。这个做姐姐的再着急也没用。
你还那天说他们俩人断不了，你凭什么说俩人断不了？我就不信盛夏能跟别人走，除非这事他自己承认。哎呦，行了，你先回病房吧，我找趟秋阳去。自己回去小心点啊。怎么了，姐夫？我要再不来，后院起火了，我跟你说。后院什么后院起火了？你们家盛夏马上让别人拐走了，知道吗？盛夏被人拐走了，他要跟那谁去什么台湾。我看他有点犹豫，也不一定。你赶紧拦着他去吧。啊，赶紧的呀，那么沉得住气呀，赶紧的，快快快快，快点，我帮你看着，赶紧的。你怎么站在这儿啊？我来看看你。杨柳他好点了吗？还是那样。对不起啊，是为了救我，杨柳才受的伤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是我没有照顾好他，也没有照顾好你。秋阳，如果杨柳他一直这样醒不来了，打算怎么样？会照顾他，我也会照顾他。毕竟他是因为我受伤。不用，不用你，盛夏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他要醒过来。说不定我会跟他去日本。挺好的，一个负责的男人会这么做。相遇都能在一起，要经过多少等待和犹豫，才下定决心不要再分离。太多爱一直是埋在心底，终于全部拿出来给你，开始惦记着你的惦记，夜不再漫长，心不再下雨，慢慢爱上了你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丽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真的自己，慢慢爱上了你，但浮沉在这时光里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。慢慢慢慢爱上了你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丽，慢慢离不开你，
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真的自己。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。